奸邪。给那个号挂机掉分没事，助理已经上去打了，主要给他那个没办法打了，一点节目效果都没有，那个中单自己对线被打崩了，就开始刷野了，对面这个上路也崩了，你崩两条路中上进你野区你发育不了了，已经纯纯的垃圾时间。现在这种人太多了，没办法，现在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，插个眼走吧。上班搬一下，这把下路两个脆皮比较好抓一点。消除不公。战斗之心，至死方休。西亚永世长存。为了父王，这两个压线了，来捡个树就死了，标记一下，视死如归，就在今天可以上了呀。我们先 W 减速流，先别着急一手，减速流一下，等他交闪，要交闪了，预判一下闪现，这都不闪吗？那我就插起 AD 跟上，我刚才想插两个的，他正常来讲如果求生欲望强一点他会往 AD 方向闪。猴子打野，那野应该也有没刷干净的，让除奸邪。他刚才应该是蓝区三组也抓的中，那这样的话他第二轮也420左右就刷了，我们吃完这 F6 再去他蛤蟆。吃完这个 F6 去他蛤蟆刚好就刷了。我喜欢挑战。怎么还没显示呢？不应该啊。现在显示了，这个万豪没有 W 这波可以杀了。W 快好，我先撤一下。你 W 马上要好了，先惩戒一下，救一下。这线刚好可以往对面推了。我们这兵比较多。那就没必要去反他野了，走吧，起飞了。
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保护忠良。四级盖伦。咱要可以升六了，打个杀吧，他没闪就直接秒，那盾没了，我可以尝试先 Q 一下他左里面，这个血量杀不了了，我还想E一下他们，他点蓝刚才没给吗？先剩下六了。战斗之心，至死方休。他这个被动回血蛮快的呀。死刑宣告。俄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先 A 兵，升六级，他远在二上，等一下技能先别急，他才五级的，我可以打。我们的使命就是力战而亡。但我在下路可能会过来，我喜欢挑战。哎，刚说完他就来，左一个右一个，还要来是吧？没必要啊，击垮敌军。有点记仇这下路，我不就抓了你们一次吗？视死如归。就在今天，哎，我看到小偷了，是谁？我的意志。阿伦，是你吗？阿伦。兄弟姐妹们，和我并肩作战吧。他二级成了，我好像卡了一层惩戒，中路可以杀一下，九百血，这还没有点贪呢，六级，龙收一下来吧。他这个先锋，我
们这个桑路都是板层皮，桑路都有可能会撞。消除不攻。我感觉他这波可能会抓中上，一般来讲打野都喜欢打完先锋抓中上，两个人吃经验比较多一点。至死方休。这盖伦开始动手。俄马西亚永世长存。血量不高，我这波应该可以一 v 二，他要刷蛇人的。蛇人打完了，半血盖伦先 EQ 这波交场。正义的惩罚。我这把要让他把先锋烂在手里面。我好像没 W。 有 W 你不早说，拖下技能 CD， 快点，不敢追我。他不开杀 W， 按道理来讲应该杀不了塞拉斯的，塞拉斯血量比较多， W 还有回血的。这先锋浪不在手里的，大陆崩了，这把舞台来了。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这个点弹幕少挺正常，你多发两个不就有了吗？我的机器人弹幕在打。他们出来，后面应该还有个猴子，看他有没过来。为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火龙，战斗之心，至死方休。他们怎么这么爱进我野区啊？这些人啊，我有点不是很能理解。永世长存。
走呀，走走，他不动了，他这不反抗一点意思都没有啊。右上角16分30秒左右有人要死，我们这波吃双份的好吧，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，直接双杀。主要是女枪移速比较快，她可能会先到，马上来了，有请女兵两位。这两个人不会同步的，应该到了呀，先放走一个，寒冰在后面，先杀寒冰再杀他。等等，放神经寒冰应该也到，他该不会绕进去了吧？不对吧？还真绕过去了，真有你的。换号过来。他们不往线上走，高手啊，知道我在埋伏他们了。高手高手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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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后面还有一个人在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跳弹在。这跳弹在，待会这个进伏 A 个跳弹就下来了。完了，走出去只能出穿爆，出别的没用，一定要能杀人。我们有 EQR 在，所以我们就一定能 A 到人。为了A 到人秒了之后，木刃隐身，再利用高冷却等下一套技能就好。这就是这个出装的思路啊。这打法就一定要杠和抓到人，抓到人你经济就能超，因为你带寻宝的。皇子输出皇子，特别是输出皇子滚雪球能力很强的。看到没有，就利用隐身高冷却拖 CD， 看到没有，就像我这么打。而且你千万不要解宽，框是可以保护我们的，创造一个障碍，就等于多了一堵墙这样。这 monkey 在下，不然五杀了。这套出装的上限非常高，就看你的熟练度跟技能精准度了。兄弟姐妹们，
你框现在连二段都不能按，你二段按的话就把你隐身解除掉了，把这二塔给他收一下呢。这个打法比较适合老皇子。消除不公。还差点钱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直接二把他秒，再拖一下，拖不了了，他直接撒二了。哇，感觉可以来个表。风龙魂，待会这个表可以稍微拖一下技能，躲一下这个万豪的 W。这下两个应该要出来了，他德玛西亚永世长存。直接三步上了，这不来个大龙？为了父王，誓死不归，就在今天。不行，这个鼠标滚轴太慢了，滚了半天都没滚到底。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这个鼠标感觉差不多可以换了。他的使命已经到达终点了。让除奸邪。等你很久了，恭候多时了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保护忠良。我们去带钟，这会没大，拆完钟大好，我们再去下。战斗之心，誓死方休。
给我来个视野。把塔开了吧。永世长存。这女枪不过来，我要切一下。直接扛两个。他会吃这个车应该。我不，他不是吃车，他要想杀这个芥末。29杀完美收尾。下吧下吧。关注没点击的可以点一下。今天双倍亲密度，荧光棒没送可以送。